荣瑞，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，美术观察名誉主编。现在啊，我把昨天咱们那张示范画，继续把它完成。画的多密，还要让你感觉里边有层次，要一密了就变成一疙瘩了。
临摹呢，是吧？我们是了解传统绘画的这种绘画形式的一些艺术特点，不管是它的笔墨呀、山的结构啊。当然，古人呢，很多山呢，它我们强调的就是说，很多都是他们对自然的观察，然后把它总结概括，是吧？有一个程式，有一套办法。我们临摹的时候呢，就是要理解这种程式，了解这种办法，是吧？那么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新的现在的画上呢，因为这个随着时代的不一样，是吧？它在这个审美需求上有所变化，是吧？那么墨色上可能也有些不一样，包括皴法上，是吧？皴法不是说我们通过传统的学习，我们非得画这或者披麻皴或者折带皴，这些皴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表现自然和了解自然的一种图记，一种表现的一种手段。我们要通过临摹呢，掌握这种手段。但是呢，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，是吧？还有每个画家艺术的不同的追求，你可能就是说，有那种传统的笔墨的这种功底和这方面的一些修养，所以说这是不是非得我还得按照传统的那种完全的是来临摹，来表现，那也不一定，是吧？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讲了，因为现在的这个绘画，绘画功能和传统中古我们古代还有所变化。那么我们的这个表现方式上也有些变化。那个传统中可能在用墨上不一定像我们现在用的浓重，当然现在也有画的很轻盈的，每个人呢不完全一样。但是我就说呢，要注意一些，就是说现在因为是像参加展览啊也好，是吧？在公共场所来这个来张挂着我们的这个画的也一样，是吧？它因为随着环境的变化，有些画法上
说这有些这个笔法皴法来源于传统，但是又不一定非得完全完全模拟传统。现在我这张呢，基本把这张画的这个主体，基本把它画了，是吧？那么其他呢，还要把一些相对它旁边的一些环境给它再画。因为这个山的这个起手这么旋转上去，是吧？这边我就想呢，还得有一这几笔这个旁边的一座山，那么你这些地方都要留气，是吧？它虽然是一个整体，但是呢，你出。
次，它都有层次，说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空灵的，不要把它塞得太密。那么这现在我画的这种山呢，这个线条多一些，是吧？来组成的山。处处都是虚实，到这儿了，你不要马上就和这个坡结账，是吧？中间都空着，看最后需要画再画。要再填一层，这层呢，我就用的是，用笔就大一些，是吧？因为你这边呢，已经画的很实很密，是吧？并且呢，这个线条也很多了。如果这些地方呢，再这么去画呢，它就一道汤了，是吧？一道汤了。这个一道汤啊，画画里边要注意，就别重复语言单调，是吧？
这边这个前面这个画的比较稍微有写实，那么我这笔呢就用的比较虚，它就感觉它虚一下，转过去，是吧？转过去。越往远处啊，这个用笔就越要虚，越要空灵，是吧？空灵呢，但是它也多少有些东西啊，那个结构还是不要丢。
啊，这块山虽然是远山，是吧？我还是里边有结构的。那么逐渐的过渡到这种山就没什么结构啊，但是呢，没有结构，它那个山的那个形态和它里边也要感觉有东西。这远山有时候里边也有干石龙的，也可以呢是大笔一遍就走完了，有的呢也要反复画几遍。它现在里边有沉，也是有沉色，有龙带，有变化。
有时候画云啊，画云不一定都是石墨，有时候它同样也要用干笔，只是它是淡干笔。
这个我们用这个花青和藤黄，配出绿色来。这个就可以有点造人的意思。Thank you.
您这条路是吧？空了一条路，所以说其他地方呢，我们都给它照着进因为这边特别密的，这块儿往往就要放松一点。你说这边一直你划到头，是吧？染的也很多，他就感觉有一种是，太湿了。
完事儿还要拿淡漠呀，很随便的，就是强调有些地方再统一一点，不然拿的那些古别的东西太多，显厚重。这个颜色跑出去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跑的太少。过去老先生他功力好，线条勾完了，这颜色跑的很多。这不是一像印刷。非得套板套的那么准，有时候把它有些想统一一点的地方就再给它画好，它就显得很厚重。今天啊，这堂示范课就上到这儿。咱们明天继续来完成它。